那最近呢，一直看到有观众老爷们说我们的开场语能不能换一下，总觉得太尬，听起来不舒服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开场语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很简单。如果有关注我们油管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英文版的叫 Coffee's not serious but life，就是英文的意思呢就很直白，就是说我们喝咖啡没有必要那么严肃认真，但是呢一定要生活化，要好玩。中国的语言呢博大精深，我们就用了咖啡不较汁儿，一口就是魂儿，这样的比较好玩的有点抽象的表达方法。所以说今天呢，希望我解释过后，大家对我们的理念有一个概念。那前段时间呢，我发了一条视频，里面有一个弹幕投票，我问到，那你觉得咖啡的风味是玄学还是科学？我看了看弹幕投票的比例啊，有78%的人选了玄学，有22%的人投了科学。那这个投票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啊，当然我为了能够更高效率的让大家第一时间投出自己的直觉的答案，设了这个命题。那当时呢，我自己也用小号投了科学这个选项，嘿嘿，没错。你以为 UP 主们都没有小号吗？都有的。我为什么投了科学呢？因为在我看来啊，咖啡中的香气它是极其复杂的，而且的确是存在的。只不过对于普通大众而言，它不是那么的直观。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，以及什么样的背景来看待。那如果是日常中我们去咖啡店买咖啡喝，巴拉巴拉巴拉各种风味描述，那我觉得它就是玄学，因为我喝的是一杯很简单的饮料而已。但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就是如果你是从事咖啡行业的，从事产品研发的、咖啡品控的，或者是做学术研究的，那这种背景下，我觉得就需要有这种严谨的数据以及理论的框架来支撑。所以说呢，我相信这78%的人啊，你们并不是觉得咖啡的风味是玄学，只是站在你们的这个角度，你们需要的是一杯简单的咖啡味的咖啡，日常的饮料，简简单单。那另外22%的人呢，你肯定也会去研究以及发掘以及享受咖啡中的这种风味啊、层次感呀。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再说回我们要传达给观众的理念，咖啡不较真儿。回到5年前，我还是咖啡师的那段时间，在我眼中，我喜欢的咖啡才是咖啡，我不喜欢的咖啡，我觉得那不是咖啡。因为那个时间，我觉得我喜欢的、我爱的、我觉得好的才是好的。那每天去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会强行的跟别人灌输自己认为好的东西。那但是呢，随着从业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，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，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的东西，那我才意识到。那自己之前的理念啊，太自我，那直白一点说就是太自私，我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，我在用自己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这个某些行为或者是习惯。 What I should to do is thinking outside of the box， 站在外界的角度去思考。我记得2019年去美国旅行的时候，我当时住 Airbnb， 我住在一个洛杉矶的一个欧裔的家庭里。他们家呢，从父母这一辈移民到美国，然后他们父母都不说英文。那房主跟我说，哎，如果你要想做饭，你可以用他们的厨房。第二天我就发现他们在厨房里边用摩卡壶煮咖啡，而且是很简单粗暴的。咖啡做出来之后啊，就是他们加牛奶的话，会直接把摩卡壶上壶里边倒了牛奶，煮一下就喝了。我当时就在心想，这个他们喝咖啡怎么这么随便？那后来我觉得，哎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。刚开始呢，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这个咖啡的 UP 主，还教我怎么操作做咖啡。那随后我还送了我自己磨的这个挂咖啡给他们，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喝习惯。做了牛小咖的频道之后啊，因为随着关注自己的人越来越多，从1000到10000，再到100000，那我发现关注我的人一定是跟我在某个地方有共同价值观的人，所以我不能再用之前的自我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那我也要考虑到刚刚关注我的这种萌新的咖啡爱好者，同时也要考虑到关注了我很长时间的咖啡老手或者是咖啡从业者。所以说我不想做大家看不懂的东西，我也不想去做太炫技或者是自嗨，那样就离你们远了。Not fun。 那在这里我也问一下大家，关注我们频道超过1年的 Q1， 那不到1年的 Q2。那当然呢，你们也会发现我的视频题材越来越广，慢慢的从工具性质的延伸到这个价值输出的，甚至是整活的等等，就是我们的内容制作这个方式也一直在改变。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和视频做得好才来关注我们的，所以说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呢，也尽量以一种回归零粉的心态来创作。去年我参加了一个 B 站 UP 主的交流会啊，那其中有一个百大 UP 主分享出来的心得，就是用回归零粉的心态来创作，把自己的观众当成是第一次来看你的视频的人，当时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，所以说我也一直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写脚本、拍摄、剪辑，最后呈现到大家面前。咖啡不较真，但是呢是需要用认真和包容的心态去对待它。所以说呢，咖啡不较真，但是
咖啡要认汁儿。最后呢，我用更直白的英文版的 slogan 结束吧。Coffee is not serious, but life. Cheers.